每年的农历二十三号是天上圣母妈祖的圣诞，花莲港天宫也在十五号这一天举办了庆祝大典。港天宫的董事长赖荣文表示，以往祝寿大典设有平安夜、民俗推拿等大型的活动，今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，配合防疫的工作，除了实施单一出入口管制，所有的仪式都从简来办理。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是天上圣母妈祖的诞辰，花莲港天宫也配合在十五日举办庆祝大典。上午除了有拜天宫祝寿团拜，下午还有港天宫新义社北馆贺寿，以及直交选择庚子年入主头家。不过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原本安排的民俗推拿、平安参会等大型活动都取消。今年的活动啊，我们尽量啊把它缩小这个范围，好，尽量的就是我们内部啦，有一些要庆祝活动的一些，我们都尽量取消掉了啦，因为有这个新冠病毒这个问题啊，我们是配合县政府的政策来办理。今年不一样的就是有发那个素食的便当来给一些弱势团体啊。今天的拜拜的人数啊，也是比往年少一点点。配合防疫政策，港天宫实施单一出入口管制，引导信众才右进左出进入庙宇，入口处量测额温、手部消毒，并提醒民众佩戴口罩。虽然参拜信众人数较少，但港天宫内空间宽阔，信众人可以放心前来参拜。中午并发放200个素食便当给信众，期盼妈祖保佑花莲县境以及信众平安。港天宫站不站？记者蒋方燕，花莲市报道。